直抵后空翻，转体1080度，紧接着回笼，自由腿位于水平的单腿立转720度，他的自由操难度和美感兼备。他可以在直体后空翻转体900的情况下再去接，技巧串就成为了。今天很好的演示了一下，今天确实这个蹲转，也叫格萨克蹲转720，很多运动员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规范。这个团量周啊，有点力量太大了。北京队王岩。